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这次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一个风景这么优美的一个地方来拍摄。那我们这次的戏其实主要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剧，那它有别于其他很轰轰烈烈的一些爱情的剧。我们走的是更是比较人性，然后跟心理层面一点点，所以我相信这部戏如果在放映的时候一定可以引起很多想用心来看一部戏的观众朋友们进场消费。那我最后是希望我们这部戏能够圆圆满满在这边拍摄，也得到很大力的一个帮助，也能够顺顺利利的执行结束，然后到最后就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进戏院帮我们一起加油，给我们打气，谢谢。欢迎。嗨，布尔队长好。布尔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这里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我们的电影是一个纯爱的电影，题材非常的特别。希望大家在我们拍摄完成以后会喜欢它，谢谢。